那我记得有个事情，就是我去澳洲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他本来要去美国读书，但是他因为我去澳洲，他就转过去，我们一起去，但我们一起去之前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好尴尬啊！对，决定陪你去，结果去之前分手了。对，但还是一起去了，在同一所大学，到那边又没有朋友。那个时候，他又跟一些人说我的坏话，What？他说一些假的事情，说一些对我不好的事情，我就觉得好难受。又冬天，好冷哦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打电话回家哭。对，打给谁哭？打给妈妈。那个男生也真是挺无语的。那你为什么会不是愤怒，而是很难过呢？因为很无助。没有朋友，我住在宿舍，对，这也是个渣男啊。对，没办法。哎，为什么那么多渣渣呢？对。西家体质，西家体质。吸取点教训吧。现在还在继续吸引渣男吗？不能了没没没没没没有，要过幸福的优质男，现在应该是。对。